者汪所涵台北报道，福茂唱片日前举行尾牙，主题为学月凤，庾澄庆、韦礼安、吴汶芳等人都盛装出席。范玮琪和王力宏则因工作关系不在台湾，特别录制了 VCR， 向员工温馨喊话。福茂唱片董事长张庚宇致辞时，与他是超过30年老友的哈林竟在台下直喊蒋白梅好饿啊，快上菜了，惹来全场笑翻。哈林梳了油头，配上眼镜和亮橘色针织外套，得意说，看看我这身可是常春藤明笑凤。老板则在一旁笑亏，书好像是有念毕业了，让以前常被亏把五专读成为医学院的哈林笑回，我有毕业啊。韦礼安也穿上当年的道理高中制服，至今仍相当合身，丝毫没有多长赘肉，又在狭练身体的他笑说，我现在好像更穿得下高中制服。年年出挂招的吴汶芳在额头画上银白色的曲线，他笑说，我走魔幻的学院风。最后拿出超大张哈利波特海报，原来他把哈利波特的宠物黑美蒂头部挖空，把自己的脸直接变身黑美。他得意说，海报够大张，今年也是要来抢版面的啦。哈林中韦礼安左四吴汶芳左二等人出席公司尾牙，福茂唱片提供哈林中韦礼安左四吴汶芳左二等人出席公司尾牙，福茂唱片提供。